变了。我们又喝着奶茶接着逛，天色也慢慢的暗下来了，然后就越来越凉爽了，是吧？这个天气真的越来越凉爽，越来越舒服了。靠边，好，让他们车子。这就是日据时代的房子是吧？看它这个还有雕刻吗？哦，还有雕花。对的，看对面这都是最经典的。啊，这栋我很熟了，你知道吗？刚才旁边还有一个西方的。对，还有一个雕像。啊，这栋出名的对不对？在那个年代对不对？它的房子你看它的水平特别厉害。什么特别厉害？水平。啊，水平。对，很不合理啊。啊，很不合理。以前都是用镭射嘛，现在用镭射，可是以前呢？以前没有镭射啊。它怎么抓出水平？对对啊，爱选房子的哦。他们那时候不是有一根管子里面装水吗？然后可以来调整。对啊，有水一根管子里面，然后放一个小浮球，这样的话你只要平衡了，这个球就不会动了。哦，是这样造水平。对啊，那在古代呢，鲁班还要厉害呢，是吧？那个时代神奇也能造啊。对啊，也能造水平啊，好厉害。嗯，鲁班那个我觉得蛮。所以说这个世界上如果只有你我这样的人啊，到现在轮子都还没发明呢，我们还在肩扛背挑呢，是吧？一定要他们聪明的人才可以。我们可能是在那边坐在那边发呆。对对对对对，怎么办？对呀，轮子都没有是吧？脚踏车都想不出来。然后就饿死了，对不对？饿死了。那个不叫做好吃懒惰。哎，那不叫好吃懒惰，那是因为我们太乐观了。不，是我们太笨了。银楼不大，那这个是现在还是银楼吗？现在不是了。没有，整排都以前都是。哦，整排全是银楼啊。以前这边对不对？新乐街上哦，它就有40几间到50几间银楼。哇，这么多银楼。哎，它都小小一间。然后银楼对不对？走，应该是走后巷的话对不对？走进去的时候，你就不能拿着这个再拍。啊，他不让拍了就。因为他觉得，他会问你是哪个单位。那边也不给拍啊。那个谁压在那边了？哦，不是这个哦，花街也不让拍是吗？那边的银楼和这边的银楼都不让拍啊，不给拍啊，两边都不给拍。可是那边刚刚那边没巷子，这边有巷子哦。对对，有道理。哎，真的，这里都是做经营首饰。哦，黄金一直很贵呢，现在黄金已经8000多了。哦，是吗？战争就变贵了。没概念。没概念。所以物俄啊什么，只要全世界哪里在打仗了，它这个就开始贵了，是吧？哦，对对对。就开始飙升。听说以前还听说黄金还1000多块而已。哇，真的金灿灿。店面都不大间，对不对？真的金灿灿。金光闪闪。对。哇，含着这个出来就厉害了，含着金汤匙是吧？含着这个出来。这是个面，你怎么啦？这是金袖筒啊，是金袖筒。啊，以前都还要刻字画。啊，还要刻字画，嗯。刻字画的。啊，都叫银楼呢，金针银楼，都是银楼。啊，所以你要看到长辈的话，坐在那边，你就可以跟他说，我要换钱。啊，我要换，这里也现在也能换吗？可以换啊。你要跟他说钱啊，回啊，和哦。哦，还懂，现在还懂。你要看老一辈的啊。啊，老一辈的懂黑话还，嗯。BB 灯，这里巷子里有间 BB 灯啊，对对，米其林的 BB 灯啊，对，它是卖什么的？卖面。哦，吃面。我们从这边走吗？嘿，然后那间面的特色是什么？什么？你就进去，对不对？拿着你的湿纸巾，在他桌上擦，干净到爆。啊？我那个我每次去吃，我还白目说，哎呦，还干净的啦，真的？这是怎么训练出来的？老店还这样子，不合理。哦，很老很老的店了。哦，就卫生是真的好吃啊，东西好吃。这边有卖甜甜圈，要吃吗？哦，我吃不下了，吃不下了，我吃不下了，吃不下了。兜圈啊，这里是卖甜甜圈的。甜甜圈。啊，就在巷子里的店，啊，都是这间。啊，休息。啊，太好了。实在吃不下了是吧？哎，跟我来走啊，我们走。我们走了。电线杆，电线杆。放过他。真的是被台湾吃怕了，真的吃怕了，太多好吃的东西了。啊，这里还开着老店，也是些老店，对不对？阿静，你知道盐城区有几个阿吗？有几个阿？阿系列的。阿系列的有多少？差不多有12个。哦，12个阿系列的以上。啊，我都说哈，那个叫做比《还珠格格》的还厉害。啊，叫什么？哎，就是有12个阿哥啊。啊，12个阿哥。有阿静、阿婆、阿彩。很多阿香阿什么，就很多些阿啊，很多阿。阿罗哈，阿罗哈。菜市场哦。哟啊，菜市场，这是菜市场。房子，你看到吗？你看二手东西的吗？这是什么？老铁啊？老涛啊？老涛老毛啊？老毛老毛啊？这个字。老毛。啊，这个字读毛啊？我以为饕餮的饕。
不是掏还是贴？对，哎呀，又是文盲，文盲少说话啊，文盲少说话。这是卖古着的啊，就是卖二手的东西的。好看，对，好看。清迈也有卖，但卖的很贵。那些东西很适合你啊，小姐。哎，我也发现了。你可以去淘一个试一试。去进去看看呗。好，进去看看。问一问价格，可能就淘。问一问价格，可能就淘出来了。我们不一定啊。可以进来看一下。可以。店主在楼上。店主在楼上。那您是客人吗？朋友。你是朋友我在想，店主在楼上，客人管店。哎，你好。你好，哇，美女，哇，美女，哇，天哪！来过吗？没有，第一次来。在吗？老板现在不在啊。嗯。耳环没有动了，你们。你要弄两个，我有耳洞的。哦，这个也有。是吗？嗯。都是一起的吗？我们是一起的，一起的。我们还有二楼，现在有周年庆活动。哦，还周年庆活动。对，就是消费满3888可以玩那个拉霸。啊啊。3888。哦，这里还有个拉霸机。他讲话的声音好像那个林志玲啊，就是那个门，那个门一打开有个铃铛灯，那个什么左边转第二排站就有了。啊，左边转第二排，这导航。看看，你有什么喜欢的吗？哇，还有楼上呢。啊，楼上是衣服是吧？你的首饰都在下面是吧？啊，那你就下面去看看呗。对，好，你去看看首饰去。哦，都是衣服，对，各种各样的衣服。背心还挺好的。哪里？牛仔背心是吧？嗯。哎，确实还可以。2888。哦，这样一件衣服2888。不贵。哎，是不贵啊。哎，这件衬衣也挺好看。哎，真的，那比清迈的那个要便宜多了。我家店清迈也要看哪一家啦。上次那家真的是看了一个价格把我吓死了。裤子也很好看，但是很大，是女士的，我穿不了。这一套是刚放出来的嘛？这个不是放出来的吗？这个不是刚放出来的穿的衣服裤子？这不劳力出来的？美式复古的啦。哦，美式复古的啊，好吧。美国那个里面的，哎，这件衣服还蛮好看的呀。这个是那个什么？哎，还有啊，里面还有个小的那个吊带。这可爱。嗯。这个颜色还可以吗？这个绿、这个我觉得可以啊，可以的呀，你买吧。哦，我们还有我走了，绿帽，老板娘拎起来，绿帽王啊！哎呀，笑死我了！啊，各种绿都有，叫五彩斑斓的绿是吗？小金，这个帽子好看的，可以。哎，你买一顶回去吧。你在设计陈老师吗？不用，我就这个颜色。啊，你叫这个颜色是吗？对。哇，可以。多少钱？这个的话，这。啊，在这里。顶是1280。啊，1280。打折吗？这个没有，这是我们经销的，经销没有打。好。嗯。啊，直接我们等下楼下再结就好。啊，好。啊，楼下再付钱。对，你再选一选，凑个5000。哎，他是你到多少可以拉？3888可以拉。哦，3888，你再随便买一样就好了。啊，对，最高就是5折，就是一半。哦，5折。哦，还能5折啊，拉霸。最低就9折。啊，没有，那个拉霸的话。就是要么是5折，要么就是送东西的。哦，还有送东西啊！哦，赶快赶快！他是拉霸，那我去看一下。还有送，看一下送什么？好，没问题。好，送什么？送什么？帽子我要。送绿帽子啊！送女朋友吗？你好，自制的东西。可以，我可以带着吗？可是他会付一个袋子吗？袋子。那还要送个袋子？对对对。啊，还有美金啊！对，那是他们自己他们自己做的啊，这可以拿去换钱吗？这不行的。哎，这个真的做的好像哎，啊，这个一眼看真的好像哎。记得暗号吗？怎么讲？你跟我换的。叫开叫，哎呀，我忘了，我混贵。钱呀！啊，钱呀！哦，钱呀！混贵，混歪菜，歪菜头贵。我下去选首饰啊。好，你去选首饰。混贵。哇，下楼看见一排绿，你们忍者神龟，你们真的很过分。你们为什么要放大绿这个颜色呢？绿很好看吗？不是，为什么在你的心目当中就不能说绿这个颜色呢？那你们是
有啊，为什么不可以呢？啊，好好，只是你觉得听着很刺激啊，是吧？我们其实觉得绿色很好看，是吧？绿色真的很好看，特别是墨绿，是吧？对对对，看看是吧？啊，好，我们下去。啊，没事没事，那我们就是，可是他要满3888才可以。哦，没关系。那我们直接结账。好，结账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哦，这个袋子也给你。他装原本的帽子。对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好嘞，我们接着从巷子里走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这个菜市场，真的，我讲故事给你听。啊，什么什么故事？好古老的房子啊！哎，真的，木头的。你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这边有个洞，对不对？哎，以前的人可以住在上面。哦，下面摆摊，人住上面是吧？对对，我带你去看一个楼梯，给你看就知道。好。哎，这是干嘛的？抓苍蝇的。这肯定是吧？是抓苍蝇的啊。抓蚊子的。哦，抓蚊子的。抓你的。啊，我没那么瘦。爬上去，嗯，住在二楼。哦。哦。可以上去看哦。陈老师，你去看一看啦。承受不住我的重量啊！可是里面没有灯光，太暗了啊！里面没有灯光，没关系，我的摄像机可以交给陈老师。我看得到，看得到吗？看得到。陈老师脖子长，没关系的。哦，他是有块玻璃的，有块玻璃的，不能爬上去啊，进不去的啊，只能看一下。通风，对不对？啊，人都是住在二楼上。对。这个是什么时代的时候，这么住的？这个。啊，1950年，对，1948年，啊，1958年，啊，那到现在为止，他们还在卖肉啊，卖什么都是在这里吗？都在这边。哦，像这个摊，对对，那好干净啊，他们卖肉的这个摊好干净哦，特意设计成这样，然后水冲一下，这里就下去了，是吧？对。哦，然后各种小吃也有。哦，它这个屋顶是翻新的，不然以前是它是封闭的啊，以前是封闭的，看不到这个三角形啊，因为以前是上面住人嘛，对吧？对，然后就隔起来啊。现在是就空腹虫是什么意思？吃东西的，吃东西，吃东西的酒家啊，空腹虫大酒家，创意料理啊。以前这里其实也是摊，然后现在就把它做成了像小小的餐厅一样，大家坐在旁边吃啊。然后这里还有那个无人商店。这个叫无人商店啊，没有老板啊，就凭着眼睛。哦，我以为老板上厕所去了呢。没有没有，是无人的，所以你要自己消费方式。哎，真的？那我看到什么我拿，然后我就钱放哪里呢？哦，就扫码付钱。扫码付钱。哦。对。台湾治安很恐怖哈。对啊，台湾的治安太恐怖了。太夸张了。太夸张了，吃货，吃货。啊，你给他看。吃货，吃货，好吧。我觉得这个更适合你。天怒。应该变成请勿投喂以后挂着。他这里写的是什么？请勿杀价，这啊，请勿杀价，他要请勿投喂就适合我了。对。啊，这个是吧？酒鬼。酒鬼。也不是。这种他买了都不用那个的。对。等于说都不用老板了。这个台南也有海。哦，台南也有。啊，缺爱，缺爱。这里找到了我们所有人适合的。我和你一人挂一块吧，那有肥犬。哎，你跟我拿到一起去了。那有肥犬，这不就我们俩吗？这是。他拿这个，陈老师拿这个。啊，浪漫，浪漫男子啊，浪漫男子，哎，可以，这个有意思。这边啊，这些都是水沟盖啊。对，这边都是。哦，以前这下面就是个水沟，然后就现在下面还是水沟。对啊，就迪士尼乐园。就迪士尼乐园了，都是米老鼠，下面都是米老鼠。威尼斯水城啊，威尼斯水城。然后这边有一个最小以前它的店家的样貌，嗯，不到一平啊。然后它这个是个艺术空间，哦，办展览的。现在就是说不对外经营了，就是做个艺术空间，就给大家看一看以前的摊位就是这么一点。对，上面也是能爬上去住人。它现在没有楼梯。如果是以前，它是上面是住人。对对对。也是那么小，人站着睡。还有窗户吗？没有没有，躺着睡啦。那这么小怎么哦？这样躺，这个方向躺。可以啊，这样躺不行，这样躺陈老师能躺，我躺不了。180就要缩着，你骂人？我没有骂你啊，你现在怎么那么敏感？你现在真的好敏感，我觉得这个人。你骂人？你看看，这个蕨类植物长得真好看。对，你要是这么敏感，你就没有办法在这个路上走了。对不对？小杰天天跟着你，丹丹这个包。你这样太敏感了，不要这么敏感啊！
小朋友勇敢一点，勇敢一点。你怎么跟你大哥说话的？哎，我们下次送的 T 恤，我们要不绿色的吧？啊，绿色 T 恤其实也很好看，墨绿色的。墨绿色。墨绿色的我不能穿。墨绿色。啊，昨天在抓我们啊！哈哈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啊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又被人抓住了。又被人抓住。啊，换展中，换展中。啊，这里的店铺，这里的店铺贵吗？便宜。啊，你要想哦，以前这个年代，对不对？这一条街这样子，嗯，招几间吗？几间？500多间。就这么一条巷子，500多间啊？500多间。哇，那一边就是250了。没有，它很长啊。哎，然后它这间店，我都说这条街对不对？嗯。他卖的东西哈，生老病死都有。哦，生老病死，从婴儿的东西一直到过世的东西，什么都有。寿衣都有。什么都有啊。很神奇哈。所以什么都有，包括眉饼啊什么呀都有，应该是。然后裁缝啊、修改。哎，你看这个就是很古早的店了啊，很老的店的感觉。哎，百雀羚呢？这里有百雀羚的。我小时候就有百雀羚的。台湾有百雀羚的。来品吗？也不是啊，这个原来好像上海的是，好像百雀羚，我忘了，反正我很小的时候有，香味很香。哦，你没用过啊？没用过啊，没用过啊。看到没有，用水沟盖，对不对？又是水沟盖，其实现在就是下水道了，就城市排水，哎，这里也是个艺术空间，啊，也是一条巷子，啊。他这个晚上，他就要开。小酒馆啊，这里都小酒馆，没有一间。那晚上没事过来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喝一杯或怎么样啊？可以。哎，这个好玩啊，也是个艺术空间。那这个地方它是因为店铺没有租出去做艺术，还是没有寸土寸金呢？寸土寸金，它也是租出去的。然后艺术家想要这边展览，啊，你有时候你要排也不一定排得到。哦，对，艺术家租下来就这样展示一下。对，天哪，这艺术家都好有钱。摆苹果就好吗？他这个摆苹果，啊，然后那边还搞个塑料袋掉下来了，这就是个行为艺术嘛，嗯，对吧？那他肯定有个寓意的嘛，就一个是这样的，嗯，对吧？你要全是苹果，那你也住下来？我住下来干嘛呢？关注、订阅、点赞。哎，关注、订阅、点赞，对，挂二维码，上面挂二维码。哇，你好聪明，好聪明！但是这个关注啊，吸粉的价格太高了，寸土寸金的地方，关注、点赞、订阅。对对对，打开小铃铛是吧？上面挂个小铃铛是。跟他合作一下，在他苹果上面贴二维码。我们只要租小小一块就可以。上海的点心，小猪贝贝。上海的小点心，我不知道你们上，我不知道，因为他跟我说他上海来的，我不确定啊。啊，他是上海来的，蛮好吃的。哇，好多人排队啊。对，上海什么？一个小贝啊。小贝啊，小贝，然后有好海苔是原味。我们这里有上海人的 哦，有上海人吗？对啊，他是上海人哦。然后他跟我，然后我打假，我打假，我们去打假，我们去打假。第一次吃的时候说，哦，我说好好吃哦。然后从上海学来的，我说，然后他哪里来？我说你觉得他好吃？哦，上海学来，上海哪里学的？哦，一个台湾师傅教我的。我不知道他那么多人。对，好多人。小猪贝贝，我们过去看一看。嗯，太多了，我看一下。来，派你们去，我没有发言权，我不是上海人。我也不是。上海凤梨酥啊？不是吧？他什么东西？他说上海学回来的。蛋糕。别再叫我先辈了，拜托，求你了。上海，那肯定就是在上海跟一个台湾师傅学的，对，上海的嘛，对，隔天的。那不，那肯定是上海来的啊，他在上海学的啊，台湾师傅那里啊，凤梨酥嘛，肯定是台湾的嘛，对不对？凤梨酥台湾的。对呀，那全世界应该都有吧？不，凤梨酥是台湾的，就台湾最多。嗯，是哦。我们那里凤梨酥，我买到过，很少会去买这种东西吃，然后买了有的他们说是冬瓜酥，嗯，是这样。我们就知道台湾的，哎，台湾凤梨酥应该出名。上海的，我明天打给老板，打算请你老板。哦，这样啦。你不是上海来的哦。哦，你是在上海跟台湾师傅学的吧？上海人来看过了。上海人来看过。好，前面再去看看。哎，这里又有银店了，银铺银哎银店银楼啊，银楼。嗯。